音乐家唐子琪更用自己竹山家乡的竹子做成排笛，吹出一首首属于台湾的歌。南投县竹山的竹文化推广出去，所以我不计任何的回报。教学十多年来，自己免费的提供我的乐器给学生来学习。从事艺术教育及音乐，将本土精神发扬到国际，证明文化无国界。唐子琪老师呢，是来自中台湾日月潭的故乡南投县的竹山镇。他热爱家乡，希望能大力推广我们南投县的竹文化、竹排笛音乐，让更多的人认识竹排笛，让家乡的竹文化特色、竹排笛美丽的乐音可以不断地流传下去。今年于台湾各地风景区拍摄的200多曲竹排笛演奏影片，希望能将台湾之美宣传到世界各地。选获得公费至屏东师院的姐妹校美国 Trinity College 担任教学助理，将台湾文化和竹排笛推广给国外学生，促成文化交流。唐子琪老师面对学生的学习毫不马虎，从竹子的选材到吹嘴的磨合都由自己亲手制作，就是想要让学生都能够人手一支竹排笛，不需要再花钱购买。就是这样不分平日或假日的传递竹排笛音乐，让唐子琪在2009年获得 Super 教师的奖项。好，今天呢还是非常谢谢唐老师，谢谢他。好，大家以后呢有机会都能够来这边，然后看他的表演。对，他是真的很有热情的。教育和推广，唐子琪不计任何代价跟酬劳，只希望将这来自竹山的在地乐器让更多人看见。从台湾甚至到全世界，收到这动人的信号。唐子琪继续在这信义商圈的香堤大道延续着美丽的乐章。